是不是大于 x？ 对，就慢慢就打开而已啊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吗？然后打开之后，你告诉我，两边都有 x， 我们就消掉了嘛，把它移项过去就减掉，所以这个式子就变成 x 的三次方减掉两倍的什么 x 平方，怎么样？大于零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解这个东西有什么难？我们把谁提出来？我们把 x 平方提出来，然后这里变 x 怎么样？减二大于零，然后令这个家伙叫做 y， 我们来画图找正号区就结束了。OK， 来画图吧。这个经过训练哦，你们都会变得很厉害。这是零，这是二。OK， 来告诉我这个图怎么画？哎，我现在没有讨论的，就直接画了哈。从右上角开始画，来，这样咚咚咚咚咚下来。请问你会穿过去还是会反弹？穿过去，因为这个次方是什么数？奇数，对不对？会穿过去。知道为什么奇数会穿过去吗？知道，知道哈，我有讲过吧？就用那个原始的讨论方式，然后去观察为什么它会穿过去，对吧？然后请问你哦，这样咚咚咚上来之后碰到零，会穿过去还是反弹？会反弹，因为这个次方是偶数，偶数二四六八十，它就会反弹。知道为什么哈？知道吧？因为它在这个零的左右两边，在这个附近，这个地方。它因为平方的关系，所以它没有平衡，知道我意思哦？好，欸，懂不懂我在讲什么？来，这个正号区 ，Hello， 这个负号区，这个什么区？负号区，很累，对不对？这一题讲完就好。来，请问你哦，我们要找什么区？大于零，正号区。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x 怎么样？大于二。大于二，水啊！而且呢？高一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好啊。这几节课时间。屁啦，你刚才定的五道，还有一，还有两。哎，你昨天不是说？没有没有，明天就可以教完。好了，今天先这样，吉吉哥，谢谢。